天从一路落落，我起码拢无想停。买付得着。啊。你搁倒咧只？啊。啊你安尼唔惊水搁起来呢？啊，我都搁头出来，搁起，啊无安怎？嘿哦。啊，电视嘛要哦，嘛要淹着安尼。嘿啊，是哦。哎呀！大水已经淹到了床铺。云林台西乡是位处于沿海的低洼地区，道路已经被大水淹没，而随处可见垃圾就飘在这个水面上，民生交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热带性低气压带来的雨势还会持续到明天，提醒民众务必要做好防灾准备。一起火灾的消息，清晨6点左右。